狗吃了蟑螂药怎么办？赵一强，职业兽医师。狗狗吃了蟑螂药后，如果发现及时，两小时之内可以立即给狗狗洗胃催吐。催吐通常可以选用双氧水，按每公斤体重3毫升进行口服催吐。如果不方便购买双氧水催吐，紧急情况下，身边用肥皂水按10%的比例进行稀释配置，也可以给狗狗灌服催吐。如果狗狗吃了蟑螂药2个小时后才发现，这种情况下通常可以给狗狗喂食一些促进肠道蠕动和排泄的药物，同时可以用一定比例的牛奶、益生菌、乳果糖为辅助，同时可以用电解质补液盐、葡萄糖进行灌服，增加身体的代谢，尽快把蟑螂药代谢出来。如果狗狗出现了明显的中毒症状表现，就需要立刻带到专业的宠物医院检查确诊，然后对症急救治疗。